央视中秋晚会节目名单曝光，影帝变身主持人，阵容堪称史上最豪华。这部今年央视的中秋晚会就早早的通过官方账号公布了晚会成员以及节目名单，相信大家看到的时候也会被这超强的阵容震撼到，因为这样的阵容几乎堪称史上最豪华。首先单看晚会的主持人，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鲁豫、李思思这些老常客纷纷出席，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影帝黄渤也将会担任此次晚会的主持人。另外这次的明星阵容可以说称得上十足豪华，不仅一众老戏骨焦恩俊、沙溢、胡可纷纷登台表演，而且最主要的是当下的流量明星吴亦凡、鹿晗都会登台亮相。首先作为开场的表演节目《寄明月》，我们不得不提，这是由 SONG 女团进行表演的。